酒牛羊肉馆。木桃酒牛羊肉馆在滁州蛮有名起来，开了好几家的粥店，每天的生意都很好。羊肉锅地点，好吃又不膻，上菜快，无论火锅还是炒菜，几乎这边下单那边就能端口菜了。羊肉馅饼很赞。小岗村隶属于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，是中国农村改革村源地，中国十大名村之一，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，沈浩精神起源地。小岗村以前是出名的贫困村，春荒的时候成群结队里外出讨饭。1978年，18位农民以脱租的方式，冒着极大的风险，立下生死状，在土地承包责任书上按下了红手印，创造了小岗精神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。小岗村获得中国幸福村、
中国乡村红色遗产名村，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，全国旅游名村，全国大富教育培训基地，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，中国美丽休闲乡村，国内知名的特色小镇，全国大学生假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等荣誉。小港深圳标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圣高地，释放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动力，是改革开放一声催雷，冲破思想桎梏，唤醒城市的大地，调整了生产关系，改变了原有的分配方式，极大释放了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生产力。如果没有小港深圳，中国农民将永远摆脱不了留下的艰辛岁月。泥巴床，泥巴锅里没有粮，一日三餐喝稀汤，正月出门去淘桑。20多年来，小港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草房被瓦房和楼房取代，房泥巴小路被宽敞的水泥大道替代，村小学、自来水、电灯、电话，还有卫星电视接收系统，都在小港村出现。彩电、冰箱、摩托车等高档生活用品已进入农户家庭，成片的葡萄园已进入盛果期，小港村正在破步迈向小康。这次自驾游来到小港村，也颇有敢为天下先的味道。别人想不到的地方，我们却来了。旅行的意义不是告诉别人这里我来过，而是一种改变。旅行会改变人的气质，让人的目光更加长远。在旅途中，你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，你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你的方式生活，这样人的心胸才会变得更加宽广，才会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。
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，安徽省地级市，看着蚌埠两个字，大家都会想到蚌壳吧，这也正是地名的由来。实在蚌埠古乃采珠之地，故素有珍珠城的美誉。大禹治水留下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敬业，故事发生在这里。楚霸王项羽兵败垓下的故事也是发生在这里。今天的蚌埠有户籍人口和安徽省的其他城市一样沧桑巨变，繁华都市车水马龙，
原来是一条大路，两边挤满了自行车、黄鱼车、人力绑车、手扶拖拉机，晴天满目扬尘，雨天一粒泥泞，街道两旁都是成排成片的危房险屋，几乎找不出一幢像样的楼房。祖国翻天覆地的70年，波澜壮阔40年改革实践，感怀的历史性变化，看到眼前这一幕幕崭新的街景，使人瞬间泪崩。汉庭酒店，找汉庭，这里的客房小而精致，当然房价也很贴心。